给大家看一下它怎么组成的哦，螺纹、麻花、毛毛，好，拼接而成的一件毛衣，而且是保暖的。再来呢，它非常的修身，不需要去扎，来整个身材比例好到爆炸。重点是呢，中间混了这种长毛跟毛衣针织，所以整件是非常非常的保暖，而且它真的很保暖，因为它是这种长毛海。再来呢，来 SML 都可以穿，不需要再扎了，就这样子微微的轻易摆放就 OK 了。而且我们家的毛毛跟螺纹跟这个麻花毛衣全部都是用最亲肤经过测试的去做的，所以呢，如果你除非你是超级高度一点点敏感的人，不然呢你会爱死我们家的毛衣，因为我们家的毛衣真轻保暖又亲肤，不会扎。这一次这个粉呢很甜，蜜桃粉，蜜桃粉，我很喜欢蜜桃粉的，因为这个颜色就穿了超活泼，然后感觉我变年轻了，两个颜色不一样的 feel。